看看新闻网。最近娱乐圈可谓是喜事连连，比如说就在本周周间，两对准新人的婚讯啊，是让娱乐圈好不热闹。一对呢就是我们周董还有昆凌，另外一对呢就是汤唯和韩国导演金泰勇。据说呢他们两对这个粉丝啊，好像有一波人觉得伤心欲绝，我的偶像啊要结婚了，但也有很多粉丝是祝福送上。这婚讯都公布了，自然要忙着筹备婚礼了，两对准新人也是纷纷行动起来。明星筹备婚礼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咱们来看看。周杰伦宣布明年一月前要结婚，算算也就不到半年的时间了，人生大事总得早点准备起来。这不，7月5号，周杰伦戴着帽子口罩全副武装之后，跟女友昆凌一起逛家具城了。看来两人就是为了婚房大采购啊。期间两人还不断的耳语，甜甜蜜蜜的，有商有量，就算结账时还不忘咬耳朵。只可惜这幸福太短暂，购物结束后，周董抛下女友径直走出门外，留下昆凌一个人搬着大堆货物紧跟其后。哎呀，周天王，你这么做就太不怜香惜玉了嘛。